刚刚已经热身完了，哎，主要刚刚已经热身完了。我们这次准备比赛，其实会分几个阶段哦，有一个计划性的训练。目前是在第一个阶段，也是最轻松的阶段。那最轻松的阶段代表就是我们一周会分每个部位只练一次，一周只练四天。那今天练的是肩膀，但是会以重量为主，尽量尽可能做比较高的重量、比较大的重量。但是我们动作行程是尽量完整，次数我会抓8到12下，这是第一个阶段。那因为我已经有设定好大概什么时候要准备比赛，那离那段比赛的时间还有一段距离，所以我们会慢慢来。前一面第一个阶段我会抓1到2个月，然后再慢慢看他身体的状况去调整，去怎么安排到下一个阶段。所以这个时间都不一定。那第一个阶段我们的组间休息也会比较长，比较能够恢复能量之后，我们才会开始进行下一组。那每个动作也只做3组而已，你可以重吗？这其实有点重，来，一样好了，1 2 3 4 5 6 7，好，可以了，可以了，再一组就好了，3组，对，增肌的阶段，目前现在增肌阶段，因为我们最近才确定好我们的比赛时间。那离比赛时间真的还有一大段的距离，所以我们现在没有必要把强度拉得很高。我们是要有计划先让它的肉养起来，但是养肉不是要养脂肪，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尽量以增肌为主，然后体脂肪可以维持，甚至再往下降，这样的方式去训练。然后我肩的顺序会分前中后，那主要今天是以前跟中为主，后只会稍微带到。那背的训练基本上会带到蛮多后。所以我今天才会以前面跟中间为主，那现在我们做的是前面，你要加重吗？还是这样？对，好，这样。我们今天就真的只练3组，来，好，1 2 3 4，来，好，可以半程的补一下。好，休息。像我们现在做的第二个动作史密斯也是针对前束为主，那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先做好保护措施，这个很重要。我看一下20 30 20 30，直接上重量，放到底，1 2 3 4 5 6 7 8，来，9，来，推起来，好 ，OK， 好，其实之后这个重量可以了，刚看器械好像有人的，对，可以选史密斯比较近，对啊，史密斯比较近啊，因为我觉得器材是很多东西可以取代了，因为像前说啊，只要做上推的动作，基本上都可以使用，只是挑一个他习惯的器材，然后安全的角度为主。所以这个器材是没有一定的决定。但是现在第一阶段比较轻松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递减组，也没有超级组，只是很扎实的把重量往上加，够了吗？够了。来，1 2 3 4 5 6 7，来，推起来 ，OK， 好，1 2 3 4 5 6 7 8，来，推起来 ，OK， 好 ，OK， 可以了，推，换动作，你会不会觉得今天太轻松？侧平举，哎呀，你大概抓4的高度试试看，你先抓一下，我这个应该还要再调，可以哦，好，
不用调，就要加重的第一组了。好，来一样热一下。现在要帮他抓位置而已，这也是做三组而已，这个还不算组。那我今天会选择这个，让他的身体哦属于平躺的位置，然后可以避免借到太多的力量，用脚的力量让这个重量小。来，第一组。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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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下，慢慢放。好，这个动作主要以三角肌的中束为主，那我用 cable 机可以避免其他部位的借力，所以它的重量不会太重。哦，可是阻力是很大的，也是做三组，九，啊，再来，再来，慢慢放，慢慢放，可以的。我操！好，是不是三组啦？对。补一组吗？啊？你想自己再多做一组吗？这个、第二大概在第二组而已吧。第二组而已。绝肉王这个应该蛮轻松的吧？对我们之前原本以为之前要开始增加强度的，就没有想到就是我们把计划往后延，到后面的训练，我们重量是尽量会维持我们现有的重量，但是我们强度会增加很多。增加强度的方式，我们会降低休息时间，然后增加训练的组数，还有搭配一些超级组、递减组，甚至所谓的巨人组、绿巨人组。巨人组，来，我忘了进去了，来，二，来，三，四，啊，来，再一下，再一下，慢慢放，慢慢放，好 ，OK， 可以了，换动作了，我们一样测做中枢，我们做那个。前平举，直接最重了，45，6，7，来8，来9，再一下哦，再一下，最后一下，好，啊，练肩其实技巧我觉得倒是没有哎，像热狗王这个。已经练这么久了，很知道如何控制肌肉发力。其实他不太需要什么技巧，但对于初学者来讲的话，或者是想要进阶进来健美，应该是说想要比赛的人来讲的话，其实他那个技巧也不太需要太多花俏的技巧，就是很扎实的把它训练完成就可以了。如果你想太多，可能你在练的过程中会怎么样？我的意思就是说，对，因为练的时候。的技巧其实就是不念控制动作，对啊，不需要一直去更换你的训练动作，对，因为这时期其实就跟大部分一样，你只要挑3到4个动作，好好的操控，你有办法把它的肌张力、它强度慢慢提高，那这样子你就会有最大效益。因为通常在这个阶段，很多人就会因为学习嘛，资讯太多，会一直乱做，所以没有其实强度都没有办法提升。基本功没有办法提升，对，所以才没有办法进步。其实动作就这几个，像我们每次拍训练，其实大方向也都是这几个。你说你要在变化，当然也是可以变化，为了变化而变化，其实不是我们的目的啊。我自己都觉得我今天讲乱七八糟的啊，不是没有睡饱，是没有睡觉。看完徐怀义之后，我又回来做模型，因为我要参加模型比赛了，有点赶。假设像我这样的状况。我会建议大家就是不要训练会比较好，因为你精神状况不好。但我协助他训练是没有问题的，但还好他今天的训练是很轻松。最后一组了，来三、四、五、六、七、八、来九、来十、来。OK， 好，然后当然到后面哦，因为我们重量会比较重，所以姿势可能没有办法做得很到位，
这个时候也没有必要去过度矫正，因为过度矫正要求角度、要求姿势到位，这很有可能会造成一个运动的风险。有时候我会利用一些作弊组去做一个更完整的刺激。今天只有四个动作结束，其实还有啊，再补，我们等下再补一个好了。好，我们做哑铃，让你休息一下。然后刚刚有提到肩的技巧，其实肩的技巧，我觉得我自己的经验是，你的控制方向要在轴的位置，你轴一定要顺着阻力方向去走。每个器材的阻力方向都不会一样，像这台器材，哦，它在上推跟下来的时候，它稍微往后，这个时候你就要顺着它阻力方向去走，而不要去刻意抵抗它、对抗它的阻力方向。所以走的位置没有一定答案，而是看这台器材的阻力方向是什么。啊，后束的话我就不会练太重，对，对热狗来说它不会太重。这是第一个角度，第二个角度我们要拉起来了，趴在上面做侧平举，哦，中后束的地方，哦，因为他身体是没有办法借力，所以他重量也是没有办法拿太重。啊，那我主要目的是让他的肩峰尽量跟地面去平行，才可以完整刺激到中后，最后再针对于后束加强。我们再补两组后束呢，其实像热狗王是他可以完全控制的。那如果说在比较没有办法去抓到后束的感觉的时候，我可以建议哑铃的部分可以抓的比较后面一点，然后以这边小拇指这边先发力，你会更针对后束的刺激。那当然比较专业的选手他们能够控制，所以他们的动作也是参考就好。最后一组了，没有了，来八，来九，再来十，好 ，OK， 练完了，我们结束了。像我们一周的目前一周的菜单是这样子的，我们就讲大方向的部位。第一天肩，第二天腿，第三天背，第四天胸，休息练手再休息，这是我们一周的安排。那中间腿背胸也可以再安插一天的休息，所以我们一周会休到三天。这是我们目前第一个阶段的训练方式。我们目前第一个阶段的训练，那会持续多久呢？不一定，一定要看选手当下，还有进行至少一个月后他的状况再去看怎么调整。热狗王对于这样的规划、这样的训练计划有没有话要说？也没有啊，以现在来说就是舒服的训练，轻松又协议。应该说本来训练就不轻松了，对啊，但还可以更累啊。对，现阶段的任务应该是好好的提升使用的重量啊，也是机械张力在有控制的情况下能够好好提升起来，这到后面在备赛的时候还真的有用，因为这时候要长肉啊，嗯，那你这时候一直疯狂把量增加，强度上不去，肉就不好长了。但有细节你适应不了。刚刚热狗王讲的方向是我自己的认为，就是说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任务，当然我们要照这样的计划去走。对于我们未来的规划才是有一个目标性的训练。如果说假设你每天都维持一样强度，甚至每天都是一个很高强度的训练的话，我认为是对身体也不会太好，因为休息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像我昨天就没有睡觉，我就很需要休息，我也不知道我今天在讲什么，完全是在靠本能去讲的。还好我有这二十几年的训练经验。当然如果想要更详细或者是更仔细的话，可以看热狗王的超级热狗王的线上课程。对，欢迎来到我的顶尖体态训练班。没有错，热狗王的线上课程我看过了，实在教得太好太完美了，大家一定要赶快去趁这个时候把它买起来。推广正确的东西是很好的，总比那些没有教过健身的去卖线上健身课程还要好，或者是你去抄人家的，或者是我今天跟某个选手买了一个线上课程，我按表一个字都不改把它卖到网络上面去，那样是很不专业的。我觉得热狗王今天做这件事情是一个推广运动，推广健美，不管是初阶进阶，就像他讲的嘛，男生女生畜生都可以使用的课程。没有，我实在没睡觉，我也不知道讲什么。好不好，反正就是一个整合起来的东西，它不是只有健美而已，它是一个使用说明书，让开始学健身的或想进步的人都可以依照这本工具书好好的成长进步，然后你不会有太多的问题，你所有问题都可以在上面得到基本解答。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因为一开始有这个，你就至少不会走太多冤枉路。不喜欢上教练课的，或是你有疑虑的，还在接触健身的，你也可以因为它不会那么有压力。
从刚刚录到现在，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自己讲了什么，我现在只想要回家睡觉而已。我们下一集备赛季就再见了，各位。对，很抱歉，我今天的状况不好。豪哥先去睡觉。但是状况不好，真的不要练。所以等一下，肉果可以继续再补练一些他想要加强的动作。但是其实我认为他今天这样就可以了。那我要去睡觉了。看这么轻飘的呀。中间会被胸，也可以再安排一天的休息，一周会休到3天。